珍淑，谢谢你让我们来上这堂课，然后让我们很懂得人生的目标，然后希望你可以把这个爱光和爱呢，然后传给这个城市。Love you。那就是说，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就是人生的转捩点，就是从遇见你开始，爱你。刘医师，谢谢你，因为你的关系，我现在能够哭也能够笑，这是我最开心的。而且我觉得我放下我的执着跟我的心房，这一切的一切都不知道怎么去谢谢你，我只能说，哎，感恩吧。然后再来就是，记得下一次你要再办那个裸奔，我一定要参加。再一次的谢谢你，刘医师，谢谢你，我来上这个课程，让我的经验跟理论结合，真谢谢你，也解开我对修行很多的疑惑，真是谢谢你。刘爸爸，高明学生，爱你哦。刘医师好，感谢你的不离不弃啊！如果我这辈子注定来是要被你踢的话，哎，你是踢不走的哦。刘医师真的非常的感动，在这光与爱的课程里面，我们很感动，也感受到刘医师满满的爱，还有你想跟我们分享的所有的这一些，让我们更能够去拥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光与爱的天使。很感谢刘医师，也谢谢刘医师。刘医师，我爱你，谢谢。我爱大家，谢谢你们。刘医师，我要当爱与光的天使，我爱你。刘医师，谢谢你，你改变了我的生命，谢谢你，我爱你。刘医师，谢谢你开了这门课，辛苦了。想要跟你说一些话的当下，其实我内心有点激动，因为我的生命历程当中，我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所以，谢谢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我很希望我能够透过我学习的灵慧，去跟别人分享，可以让别人不要跟我一样走很多受苦的那个路程。所以我希望刘医师你可以包容我的不完美，日后当我有这些状态出现的时候，我希望刘医师可以引导我，我也希望团体的成员可以给我支持的力量，帮助我突破，这是我内心很强很强的渴求。谢谢刘医师，感恩。嗨，刘医师，谢谢你跟我爱你。然后除了这两句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很开心的，很幸福。就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在这一路上有你的带领是一种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这次不会再逃学了。谢谢。你是我生命的贵人，你变小朋友了。我对你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我对你的感激，只有深深的祝福。谢谢。由于是传说中佛陀跟菩萨是被光包围着，然后我也看到你是这样哦，真的真的，感恩。由于是很高兴可以遇见你，那我想这个。就像你说的是冥冥中早有安排，逃都逃不掉的。然后呢，我会永远爱你，像爱猫一样。下次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你的头上有两个猫耳朵，所以我就会更爱你。你的意思非常幸运，就是可以在生命当中遇到你，然后非常谢谢你，就是与我们分享非常多生命当中的讯息，或者是一些让我觉得
以前从来没有觉知过的一些生命中的体验，或者是内心的体验。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个体验是非常美好的。可是因为这个美好的契机、美好的开始，让我觉得可以相信说自己是可以找到一个自己内心的一条一个生命的道路。谢谢刘律师。叔叔，我很想跟你说，其实自从认识你的第一天开始，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已经开始了一个改变。但这次的课程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飞跃，我真的觉得好感谢，我觉得感谢这个词都不能去表达我心中的那种感觉，因为寻寻觅觅那么多年，因为你我才找到了，就是我应该那么多年寻觅一直在苦恼我，是我想要的东西我一直找不到，但是因为你我找到了，非常非常的感恩，爱你哦。各位，如果你有看到这段视频的人，我跟你说声午安。我是吴科贤，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参与这一次今天的课程。最开心还是谢谢刘医师，感谢他的这个完整无私的热情，还有以前的伙伴，那些一起经历的伙伴，这是人生中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啊、真的是我至少这十年哦，这是这辈子最大的经历。谢谢大家，也希望这个课程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有趣又有智慧的刘医师，谢谢你开创了光与爱的天使团，也因为你开创了光与爱的天使团，让我们大家又再一次的聚在一起了，这次跑不掉了。谢谢你，老天使，我们大家一起共同，你不会再孤单了，耶、！很感动，很开心，终于找到生命的方向。谢谢你，刘医师。刘医师，爱你哟、我觉得这几堂课程当中，我最感谢的就是你的关系让我变得更好，那我也相信在未来我有这个使命让大家变得更好，对，然后也谢谢你，这次我又遇到你，我觉得开心，超开心，爱你哟。亲爱的刘医师，很高兴有机会可以认识你，然后呢在这十天的课程里面，可以说是我人生很大的一个转折，可以成为光与爱的天使，虽然我现在还差很远，可是我会努力的，谢谢你，爱你哟。谢谢刘医师，谢谢。我来参加这个光与爱的课程，感受到刘医师对这个生命的热忱与认真，给我无限的这个启发，然后开启了一个心灵的善良，非常的感激。谢谢。现在。刘医师，请紧紧地跟随着我的声音，我正在猜想，你正在想我们要对你说些什么，而你也正在猜想我们等一下到底要对你说些什么，但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用说，你也知道我们要对你说些什么。既然如此，我们要你牢牢地记住，刘医师，我爱你。我们的生活因你而精彩。六级Thank you.